迎收看 You Too Me Too， 高中生烦什么？我是廖梅啊。影片开始之前呢，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一下哦。好的，继上次校草那一集啊，超多女生来问我说，哎，梅啊梅啊，你觉得男生都会喜欢什么样子的类型的女生呢？拜托，问我干嘛？问我干嘛？没关系，既然你们提出这个疑问呢，那梅啊，我今天就帮你们做一个解答。我们现在呢就要去街访，问现在的男生呢，他们的择偶条件到底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就会从这10点票选出最重要的3点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出发啦 ，Go！ 啊，你几岁？21。你现在单身吗？有女朋友。那你看到你女朋友第一眼是看哪里？眼睛吧。谁？外貌？再两个。我就不相信你们男生都不看罩杯大小。你在害羞嘛？我就直接提幽默了，我觉得幽默很重要。我喜欢会搞笑的。你几岁？15岁，高一15差不多。哎呦，不错，我高中生哦，跟我年龄蛮相近的哈。3点，你们觉得最重要的？相同兴趣。那你的兴趣是什么？看电影。所以你想要找女朋友陪你去看电影？可以可以。罩杯大小，你们是你们 care 的吗？没有吗？真的没有吗？不要害羞哦，诚实哦。OK， 来，你先帮他填了是不是？那你呢？我觉得你也是蛮 care 这个人。可以一次填2个。可以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的话，你可以3个都填在这里，没关系。哎，你填，你选择了我吗？不要这样啦，我们填这里啦，好不好？脸蛋，脸蛋。那什么样类型的长相的女生是你们的菜？可爱的。你们赶快来早点脱乳，好不好？年龄，你现在几岁？16岁。15岁，比你小14岁啊。就15以下就可以。2岁可以吗？No。 脸蛋，喜欢哪一种类型的女生？成熟一点，年纪有小，然后长得比较成熟一点。哎呦，这个是有点萝莉控，是不是？我不是，你不是萝莉控吗？脸蛋、外貌是你第一个，你都外貌协会的吗？对，可爱。那你觉得我是可爱的吗？可爱。对。那我是你的菜吗？好，谢谢。下一位来，相同兴趣，什么样的兴趣？运动吧。什么样的类型的运动？不要太激烈的运动，什么就像游泳之类这种，游泳比较危险。危怎么样比较激烈的运动？打篮球。打篮球有激烈的碰撞、肢体接触，我这些你都觉得比较先不要这样子。对，因为他有可能跟别的男生有肢体接触。哦，啊，游泳嘞，可是游泳要脱光哎。游泳是穿比基尼那种，因为我想看。哦，你想看啊？你不怕别的男生看吗？没差，没差。女朋友带车就是别人看。哦，你看你女朋友第一眼都看什么？看她眼睛。还有吗？没了。好好讲话哦。她只有这些优点而已吗？她没有任何优点。没有了。这样放闪是对的吗？欺负单身狗哎！帮我票选一下。幽默，兴趣相同，都会运动，年龄，幽默感。幽默感我觉得是两个人比较聊得来，然后聊得来其实是双方都会就是讲话就是觉得好笑有趣这样子。脸蛋跟外貌哪一种是你的菜？周冬雨，跟周冬雨一样是她有点精灵的感觉。请问你现在几岁？19。19岁。那你现在单身吗？单身啊。那你看女生你觉得第一眼都看哪里？身高、穿搭、外貌。对啊，又是一个外貌协会的了，已经大的还要长头发。因为你现在单身吗？单身。贵庚？29。这个。哦，相同兴趣。游戏要会玩。游戏。音乐。懂一点最好。穿搭打扮。对。是那种很陷阱妹的吗？还是很清纯可爱的，像我一样这样？像你一样可以。像我一样哦，可以，没有问题。至少不要太随便。那你觉得女生穿什么样的衣服比较幸福？就是稍微有露肚子的，不能太过。你现在单身吗？我现在单身啊，先看腿啊，身材跟脸啊，五官要端正，就像张惠妹那一种，就是张惠妹那种感觉，幽默感很重要。我是一个就是很爱讲话的人，很爱讲话，很爱闹的那种，很吵的人。对，有个人可以陪你一起吵，一起闹，打打闹闹，感觉啊有情绪的感觉，很开心，很快乐，很幸福。穿搭打扮，欧美系的，因为才符合那个脸。哦，脸蛋嘛，张惠妹的脸，然后呢，穿欧美系的一个服装，对啊，然后又有身材。那你希望她会露个肚子，然后露个哪里？背。露个背哦，背控哎，背控哎，喜欢背。跳舞的我一直一定要身材对，
身材对，我才想要。啊，面呢？面有足重要的吗？那敢那如花，因会使无？如花那会使，敢那会使的。我呢就伊也足足有气质嘞，还是这款的查某。一定身材好嘛，爱会晓跳舞嘛，啊，袂使伤歹嘛吼。袂使伤歹哦，脸孔最重要。面上重要嘛，啊，搁有啥物？会晓跳舞才艺。身高也是需要必须的嘛，必须的，身高搭配不好舞跳不起来。对，男生要高于10公分。今天访问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，脸蛋外貌、幽默感，还有相同的兴趣。我们就是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嘛，好不好？妹仔，我长得还不错吧？再来第二个就是找到相同的兴趣，可能你的兴趣是看书，或者是跳舞，或是听音乐都可以，就是持续做你喜欢的事情。好吧，你就可以找到跟你相同一样兴趣的这个男生。再来，我真的觉得男生们今天真的是很不诚实哎！你看，我一直以为罩杯大小是今天全部最满的，结果只有两个人。再来是幽默感，其实比较多的人是觉得说，相处起来的感觉啊，还有我们的整个互动是要具有幽默感，而且气氛呢是要非常的欢乐的，男生很注重这一点。那如果还想看我们做一些其他街访的话呢，也可以欢迎留言告诉我们哦。 YouTube Me Too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